Hello，兄弟们好！自在，大家好。嘿嘿嘿，我猴哥今天是有任务在身的。早晨，肉肉妈妈打电话给我了，说肉肉今天在家。猴哥现在就把肉肉带过来玩一玩。完了以后，我猴哥拿了一包麦片，我们现在再拿两包泡面给他哈。去换肉肉回来，嘿嘿。对，这边午餐肉带不带给他？哎，不给，我吃，我吃。你吃啊？对。好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，猴哥。猴哥现在去带肉肉，兄弟们，然后我现在出门，我去买点肉去，给我家干儿子吃顿好的哈。那么快就回来了，看我买了什么，还三个大牛蹄，不到13块钱一根，兄弟们，咱们现在回家开搞。等一下，我猴哥在教肉肉骑小车，兄弟们。在上面吗？放在那个脚踏板上。啊！哎呀，不是！喂，你小心脚啊，孩子！放到那个踏板上。对。然后踩它。推。走。哎，对，这不会了吗？哎！我去！走起来。哎，这不会了吗？OK，没毛病。哎！直接就往那大石头上冲了。是不是那个太高了呀？螺丝稍微松一下就行了哈。好，往下按，转着往下按，这样啊，对，转着往下按，知道吧？行了，好，走起来。哎，可以啊，会骑嘛，不错嘛。呀，咋老喜欢往那边去呢？肉肉就喜欢往那大石头那边去，下不来了。要倒的时候你就勒刹车啊！哎，对，勒刹车，孩子，再来一把。啊！推上你到那边再来骑啊，兄弟们！肉肉的裤子都坏了。啊！去那里。好，踩起来。哎，好棒啊，你看会骑了。到这边就刹车啊，不然就撞到门了啊。哎，会了吗？再来。哎，真聪明，这么快就学会了，对吧？快刹车。哎，可以了吧。我们去开始做饭了。戴维跑哪去了？骑小车。骑小车。喂，戴维，你俩一起上，别把这压坏了哟，戴维啊。好。跟叔叔阿姨打招呼。叔叔阿姨好。哎，对，去玩吧。好。放水。哎呀，小心呐，把那大牛蹄锅里倒。大牛蹄锅里倒。啊。生姜桂豆，肉肉来放生姜，倒料酒，小心呐，别倒穿喽，这口大。好嘞，可以了。今天我还没在意呢哦，这都有特色啊。没啊，二姐的图我看看，都是谁画的？都是你画的 ，David？ 不是我，他们自己画的。他不会画啊。好不好看？嗯 ，David 就好看。这就对了，帮我把鞋子洗一洗。波拉里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放水里。对呀、啊，放水里面洗啊。看看能不能够进去。哎呦，还行呢，就这个也不大好，它有点太高了。对，这是一根，三根放进去就不行了。咱们来把这个牛蹄剁一下，兄弟们。好。
恁行不单位？嘿嘿嘿，使劲儿！嗨！哎我，哎我靠！你别吓我，我往这边站呢。这孩子真是，拉好了，拉好了。不错，一刀也没拉。啊对。他不要紧。哈、啊、这刀还得洗洗，兄弟们，我看看，下回还得买个电锯啊、哦，这斧头也不行了。那好，你的手使劲，我不会碰到你的手的，不断了吗？来，厉害厉害，再换一个，这个就行了，可以了。上高压锅，兄弟们，把牛角锅里倒。牛蹄，牛蹄啊，牛蹄啊，放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给它放好了，给它放下去，知道吧？啊，行，好，来吧。水，倒点水啊。你少了，猴哥，再去。把料椒锅里倒。啊，来点料酒。下回料酒少倒点呐，戴维啊。好。怎么倒几回就没了？把酱油锅里倒。哎，酱油锅里头、行了，孩子。把大油锅里倒。哎，葱姜。把辣椒锅里倒。嘿嘿。水。哎，这样就够了。冰糖。冰糖也来点，来一把。把冰糖也来一点。冰糖也来一点，要不要再放点盐进去啊？盐，对，猴哥得拿盐呢，兄弟们，少放点呢，孩子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盐，好，盐够了。十三香，啊，十三香。倒上锅盖。肉肉肉肉，帮爸爸的酱油拿进去好吗？好，谢谢肉肉，太棒了。加油！把神经病！肉肉又落后了，天哪！又老欺负肉肉。马上就要吃饭了。对，咱们拿出来，兄弟们，先浇一浇凉水。叔叔，出锅了！哈哈，出锅了，孩子们都饿坏了，兄弟们。哇，好香啊！在高压锅里面一个多小时啊！二姐他们都被饿跑了，哇塞，可以啊，烂糊了，帅呆了，这牛蹄子，快牛皮，哎呀，掉了呀！等一下洗洗吧，没事没事，这个再捞出来。香啊！哇，太帅了！叔叔开饭了！好嘞，开饭了，兄弟们，嘿嘿，红烧大牛蹄子哈。炖大牛蹄，刚刚我们夹了点牛皮给大哈吃了。这三个大牛蹄你们一人一个哈。肉肉能不能夹得起来哦？夹不起来是吧？我来帮你，来，这个小的直接放到你的碗里。嗨，哎呦，这有点太大了吧？嗨。你看这小子的表情，吃了一个骨头，对吧？戴伟那速度太快了，兄弟们，我刚接个电话都来不及拍。你牛蹄呢？牛蹄啊，在肚子里面。骨头呢？骨头在活的肚子里面。这家伙太快了，兄弟们，也不知道等等我。你看肉肉还有那么多，你看。大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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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
不能看我。对，不能看我。嗯，你看，猴哥来调戏戴维了。哎呀，那口水啊，戴维，你别等着脸啊，你在咽口水。对，肉肉也吃点米饭。嘿，戴维，吃吧吃吧，肉肉也吃不完，给他吃一点肉肉啊。啊，猴哥也快吃完了哈。嗯。来吧，孩子们，跟叔叔阿姨再见吧。叔叔阿姨再见，哥哥再见，拜拜。肉肉塞了个小油嘴啊。